上市了吗？还没。今天算是封测，公测啊，公开测试。哦，重置了，重置了。这重置动画吧，这一定重置。这个画质不可能那么高啊，以前动画画质没那么高。哎，真的重置嘞，好高清的老人啊。上次玩的时候还没有重置啊。七，愿意感谢 EIC。上次我们玩的时候还是旧版动画，这重置吧，这重置动画吧。啊，马吕斯，我总算找到你了。这很明显重置，好不好？最好你以前二十几年前的画面最好是那个样子啦。戴瑞尔，啊，没错。现在我认出是你了，我早该猜到你会隐瞒身份的。他们一直在监视。我找你找好久了，马吕斯，我都开始怀疑你是不是故意躲起来了。对不起，戴瑞尔，那不是我的错。不是你的错？嘿嘿嘿，告诉我马吕斯，为什么不是你的错？哎，感谢欧耶。那个流浪者，没错，要怪那个流浪者。哪个流浪者？侠盗要塞那段日子感觉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为了逃避过去，我跟一些家伙躲在东之门在过去的那座高山上。哇，要来点什么？这个矮子怎么变那么清楚？好清楚的矮子啊。有时候我好几天都不敢睡觉，因为一做梦啊，我的脑中就会想起那座修道院，还有毁了他的那股邪恶力量。是梦还是回忆，我完全分不清了。因为他是那个崔斯特姆的幸存者。梦里的邪恶难道一直跟着我吗？他是怎么找到我的？他的样子那么虚弱，连剑都快拿不动了。没想到他就是恐惧的化身，害我只好躲在这里。你跑不掉。他仿佛跟自己体内的恶魔不断搏斗。在笑啊，在笑啊。而且他快输了。小恶魔，哇，高清小恶魔，现在有点显老，还是没啥变。感谢星空狼，那种恐惧，谢谢丁烟，感谢你。那种邪恶该怎么解释呢？那些恶魔到底是来自梦，还是来自
那个流浪者。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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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哇，连这个都变得好高清哦。只有他活着。阿瑞尔斯，哇，你怎么抗火啊？哎，抗火斗篷哎。我为什么会跟着他？我也不知道。整个事情就像一场梦一样，我只知道他一招手，我就只能跟着他。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一起行动。你的名字是不是叫莱弗？不断往东前进。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呦，这现在好像一定要联网才能玩的，对不对？创造新角色啊，不能玩这两只哦啊！我看我回来就是超想玩死灵法师的，结果不能玩。啊，刺客也不能玩。那要玩谁？跨不出来了，张差太多了吧？差太多了，死灵单手玩就行了。不能单机吗？应该都要联网了吧？啊，不能玩死灵法师，我超想玩的。亚马逊缩水很多，原本的比较大。我说原本他的盔甲比较大，现在盔甲比较小。德鲁伊变帅了、欸。DLC 是这一只、这一只、这一只，这三只都 DLC 的。我们玩谁？你们就要玩谁？上次玩野蛮人嘛，这次我们玩点不一样的吧。玩圣骑士，我正式版，我现在已经想好，我们正式版之后不是要玩天梯模式嘛，然后玩那个专家天梯，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找八个人，因为现在已经找齐八个人了，我们参与我们就是死亡集中出的这八个人呢，玩我，我们会马拉松，然后接下来呢会准备骰子，就是有一个那个骰子网页嘛，然后接下来骰的时候呢就是。八个人配八个职业，哎、欸，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职业，哇，那有个重复哎、欸，所以就是抽到一个任意选择那个人，他可以任意选择一个职业，然后其他七个人就是想要什么职业，他就只能拿那个职业来用，有没有？你们觉得这样好不好玩？然后变成说，这样就变成，如果你玩到一抽到一些鸟职业的，你觉得很硬。其他人是谁哦？反正就是已经凑好了啦，凑好八个人了，然后我们就玩专家模式，死掉之后那个角色就不见了，这样。你要不要信教？好啦，圣骑士吗？圣骑士信教是不是？德鲁伊感觉很酷、喔、就 变狼人吧。谁到变身流？没有啊，你流派自己玩啊，但就是自己看你要玩什么属性嘛。德哦、喔，圣骑士好闷哦、喔，哇啦，来玩德啦，名字一样啊，只能取英文。叫皮蒂好了，
PDA 告大厅子啊。哦，有了有了，哎，现在好像没有分那个嘞，啊，现在没有分了是不是？好像都没差了、哦。离开大厅，我看一下，进行游戏是直接，那也是网络游戏啊，不是一样的概念吗？你好，找好人了吗？没有啊，何老师来啊，何老师我们就一起一份啊。我们到时候去打，可你要先空出来时间啊，你要先空时间出来，对吧、啊？哎、欸，现在直接完美宝石了吗？嗯，现在是直接完美宝石了是不是？我记得以前不是要把它弄到完美宝石吗？就暗爽的，没玩过暗黑可以参加吗？可以啊，可是你死掉就没了，死亡集中出哦。可以打中文吗？不行，还是只能打英文。哈哈 ，bow， 等级差距，物品，物品间隔 ，OK。启动完美宝石，可以是狗吗？可以啊，可是人家骰职业啊，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会骰到什么职业。现在都变中文了、欸。受死吧！再见，再见，谢谢你，跟我走啊，这个给你。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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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谅我，原谅我。快逃！快逃！你好，陌生人。我并不意外能在这边见到你。自从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后，很多冒险者从远方来到此地。哇，都有中文哎！哇，都有中文哎！噔噔噔噔噔，阿卡拉。我是阿卡拉，雾茫之岩姐妹会的高阶女祭司。女人，欢迎来到我的营地。在荒野中有一个非常邪恶的地方，根据卡夏的侠盗斥候回报，附近有个洞穴充满了幽暗生物。幽暗的生物，七夕要结束了、哦、我没在过七夕的啦，过啥七夕，七夕七夕，你知道念起来你就念快一点，念十次。 NPC 语音好像是能改他的 语音吧，但是在游戏里面好像不能直接改的样子。七夕，我有点忘记按钮按什么东西了。一开始好像什么都没有。朋友来交易吧。朋友来交易吧。嗨，我是恰西，营地中的铁匠，真高兴能在这里见到强大的冒险者。这就很明显台配啊，只有台配他才会这样配。之前怎么放大画面啊？我按 F 键。你好。旧版画面，都玩新版了。开始吧，开始吧。哦，可是延迟有点重，延迟这真的有点重。哇，这延迟真的很大、啊，是测试服才这样子吗？不会正式也这样吧？看，惨了惨了！听说正式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有单机啊，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样。邪恶洞穴，这就是邪恶躲藏的地方。这就是邪恶躲藏的地方啊！哇靠，打一下要过一秒啊！太夸张了吧！太夸张了，这个
这有点离谱哎，干，不是吧？不是啊，这有点夸张啊，这个。太多人在玩吗？我知道是不少人预购啦。希望正式版不要这样。怎么打掉？你看我打下去之后，过一秒钟他才跳出那个被打的动作。我想要玩什么德？对啊，开物品栏。我刚才开物品栏就发现，我按那个确认键按下去之后，他要等一下子，有没有？召唤德，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有玩这游戏的应该都不会讲召唤德这三个字。元素德或变身德吧。好，了解不起了。应该我觉得正式版是不至于这样啦，因为 D3 也没这样，你知道吗？ D3 都没这样了，如果上次封测就还算顺啦，也没到那么夸张，是有点延迟啦，上次封测的时候，但是 没那么离谱啊。D3 不会啊。中午玩 MPS， 哦 ，PS， 哇，230，260，哇，快300，哦 ，D3 一开始也是这样子，有稍微顺一点点吗？好毛、哦。哦，好毛、哦，打起来很爽。我想一下玩什么德，我们来研究一下。我先把任务解完吧，然后我们回村庄研究一下玩什么德。硬硬德，靠腰！我怎么？哎、欸，我为什么被吸回来啊？那是技能吗？不是吧？没有这个技能吧？我记得邪恶洞窟没有怪会有这个技能把别人吸回去啊！习德，干这个太这太夸张了！我刚才是被吸回去，对不对？完了完了，我现在有点担心哎、欸！你知道那时候封测我一玩完我直接预购，直接秒预购。游戏我玩的时候是国小用大头荧幕玩的事了。对了，我现在大学刚毕业。哇，感谢小草。这游戏也是我童年回忆啊！想当年，《魔兽争霸三》跟《暗夜破坏神》，我是跑到那个桃园市政府附近有一家经典书局的，我第一时间就跑去买了。然后资料片那时候刚出，也是第一时间就去买了。哇，这个太夸张了，这真的太夸张了！啊，有了有了，超好玩，对啊，无形的盔甲，哦，总算都中文啦，舒服啊！第一三的时候排小七，我有排啊，我帮朋友排啊，然后就多的都拿去卖啊。可是我都没排到啊我只有帮朋友买了两片，然后我自己都没得玩。我后来是直接那个用点数卡买来玩啊。可是我那时候也不是第一批玩，我是后来才买来玩的。就是全都死光了，取消交易所之后我才玩。全都死光了吗？美金拍卖场。买一套赚一套，这么爽。
你净化了邪恶洞窟，也赢得了我的信任。也赢得了我的信任。我靠！哎！哇！等待交易确认中，不是这么的夸张吧？你看啊。这有点离谱了，哇！我现在这应该是美服吧？现在也只有美服啊。需要我效劳吗？封测的时候也没这样啊，奇怪。我记得说封测的时候也是蛮正常的。需要帮忙吗？需要帮忙吗？共享，哎，好像这次是会三档，对不对？我记得也会三档啊。那就随便玩咯，我随便玩一个好了。你就要玩哪一个啊？变形德吗？还是元素德？大家投票一下好了。几天会玩吗？几天要不要参加我们的那个死亡集中出？我们要玩专家模式，专家赛季模式。你玩了，我是说正式的时候啊，你买了吗？我是那时候封测完我就预购啦。看一下投票，你免费载啊？免费载没办法、啊，哪个的元素变身召唤？正式账号，哦是啊，哦拿免费正式账号，我、哦、这边好像还有多的账号哎，还是之后看能不能 拿出来抽还是怎么样？有发啊？外地人欢迎来到我。他好像有发给我，可是我那时候就买了。我知道你是来挑战邪恶的，让我们能够返回先人留下的家园。但你要知道，阿卡拉是我们的精神领袖，阿卡拉才是指挥侠盗战斗的人。我可不会因为你在荒野杀了几只怪物就信任你。就信任你，我的侠盗在闹是不是？好啦，血压怎么打？召唤德怎么打？召唤德哦，我记得的召唤德都是蛮烂的哎。用召唤乌鸦戳瞎对方的眼睛，毒藤蔓，留个技能等下点狼吧。召唤乌鸦，戳瞎敌人的眼睛，戳瞎他眼睛呐、啊！正式版不玩，我以前玩过，玩了之后抱憾终生了，那时候还不能洗点呢、欸。你知道我以前玩的时候还不能洗点数，然后我花了很多时间把它练上去，我还帮他弄一套装备，发现跟大便没两样。真的没跟你开玩笑哎、欸！哎呦靠，怎么扎到我自己？哦，有啦，那时候单机的时候有拿那个修改器啊，以前不是有卖那个吗？什么暗黑追追追吗？然后。他那个里面就有附一些模组啊，跟那个修改器啊，有没有？他就是那个杂志里面，也不是杂志，就是一本像攻略书的。我以前有买过一本，他就教你玩什么模组比较特别好玩，然后他就说什么介绍说这个修改器你可以让你那个召唤出来的东西变什么超多这样子。然后后来那时候我们就是第一次发现可以把游戏玩成这样，后来我们就用那个模组加修改器直接。召唤那个骷髅啊，召唤一骷髅，然后直接跑99只出来，然后召唤那个什么狼啊、熊啊、乌鸦啊，满画面都是。然后他那个模组还有那种什么多重剑射出去之后是整个荧幕这样，就是射多重剑不是通常都是这样前面嘛，然后是整个荧幕这样上上上上，一直走，然后一直射一直射，他呈放射线状这样一直射。以前那个
我爸大没有玩过这个模组跟那个修改器，很好玩哎、欸，对吧、啊？很好玩、啊。哦，暗黑汉堡包，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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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 CS 豆沙包，那这两本我都买过，叫暗黑和汉堡包啊。你们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买过？有啊，有买过。聊天室打加一。老人，那本我买的啊，还放家里面啊。CS 豆沙包啊，暗黑汉堡包这两本书，没买啊，免费拿别人的。都上网找免费，没有啊。主要以前我那时候刚玩的时候，资讯没那么流通啊。就说暗黑破坏神，资讯没那么流通啊。烈性要素，我正在玩召唤流吗？我现在觉得有点可播。召唤流是召唤越多，哎、欸，我的技能越高，我可以召唤越多乌鸦，是不是？我记得是这样吧。验圣台，还是我先存点数点后面的、啊。手机铃声杂志哦，差不多那种概念。那我看一下哦。召唤乌鸦两只，召唤一堆乌鸦有什么用？好，来啊，召唤乌鸦。不在怕的啊？谁说我不行的？来，来咬他，咬他！小心，前面有股强大的邪恶力量。对啊，北豹现在都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这乌鸦攻击频率太低了吧？我要先去打血压。哎，召唤流是要点什么属性啊？召唤流点什么属性来的？哦，血屋，血鸟。随便点，随便爽。也是，大家看打什么装备吧。不急啦，不急啦。前面召唤流还是清蛮快的，但越后面就觉得召唤流不知道在玩什么意思。那你就只有想哭戏的感觉。你看，怎么前面还是蛮爽的啊，很热闹啊。我以前最喜欢就是一个人玩啊，然后就玩那个死灵法师，召唤个五六十只，也没有那么多啦，召唤几十只怪啊。然后就觉得好像身边一大堆军队这样，但其实就只是一个人在玩，自闭这样。其实玩了快40小时，太拼了，才开到第二章，玩那么多干嘛、啊？正式版再玩就好了。假装有朋友之术，好啊，等正式版上啦。等正式版上啦，好啦，捡起来就卖啦。好累格，对啊，疯狂玩家。如果是我的话，我就随便玩一个职业，玩到第二关破关差不多了。对啊，有没有说有开放？对不对？你去看一下那个中配跟那个整个新的东西出来大概长什么样，就差不多了吧？是这边吗？昨天玩有点不太熟悉哦，为什么？为什么不太熟悉？还好吧？哎，干脆我全部投资在乌鸦上面，要不要？反正没差吧？就乌鸦把它活活弄到死，你看有没有很强？哎。谁说不行的？你看，啊，召唤流很烂吗？你现在知道力量了吧？
拿什么虎强挡队哦。以前死灵法师 PK 就很白痴啊，没有尸体还打不起来，只会这边放那个剧毒星星。你看，舒服吧？舒服吧？舒服吧？你看还现在不耗魔哎、欸，不耗魔不耗水啊！等我差不多召唤第二只，他的魔又回来了，舒服吧？D K 不是古灵吗？古灵哦。看你啊，对啊，你要专门练一只 PK 角色，因为以前没有洗点的时候 ，PK 要专门练一只 PK 角色是没错啦。来玩不到后期乱玩没关系，对啊，只能玩到第二章啊。我是觉得召唤流破第二章其实蛮简单的，召唤流是到噩梦之后就完全没鸟用了，那个召唤出来的东西啊，大概扛不到几刀就爆了吧。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召唤流没用就是这样啊？你到噩梦根本就没办法玩、啊。死灵召唤流，死灵是不一样啊，死灵不一样的东西啊。死灵它是有一套系统啊。死荒了，哪次不死荒？慌了，拿小棒子打你了，还跑还跑啊！西搞音啊，西搞音啊，西搞音啊，还敢跑啊？还敢复活啊？啊，还敢复活啊？还敢复活啊？还敢复活啊？碎的骷髅，死灵是真的强。姐妹会欢迎你。现在可以重置了。无形小圆盾。哎，真的不是这么夸张吧？是负责人辞职了。第一次那个到底是什么情形？负责人辞职。什么鱼饵啊？哦，不要理他就好了。对啊，这游戏超 POE 啊！听说 POE 要告哎、欸，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你要不要去探听一下，看那个 POE 什么时候会告？我也觉得要告啦，其实真的要告一下，这明目张胆这样抄确实不太好。是我就告了，你怎么看？是你会告吗？小鸟鸟。对啊，像那个啊，萨达不是那个新的那个也是超元神的啊，明明就元神先出，萨达出那个那边抄，真不知道到底拿什么脸去抄这种东西。支持提告啦，哪是不支持？对啊。可以挂机了，哎、欸，这样累个对我两个没差啊，累个就累个啊，累个就累个啊，怎么样？叫小鸟咬死你，爽吗？爽吗？挂机流，
要了，不要了。哇，激流啊！干嘛干嘛？加油啊！还想打我？想太多了啦！我当然把那个狼跟熊也召唤出来。我们以量取胜啊！有八个德鲁伊啊！如果有八个德鲁伊一起玩的话，那就蛮精彩的，那个画面应该蛮精彩的。那、啊、如果是八个死灵法师的话，会吵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尸体不够用啊！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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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哇，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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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冷静哦，冷静，冷静！我靠，腰嘞！干什么啦？干什么？干什么？冷静呐！哇哇哇哇哇！弹幕游戏哦，什么时候《暗黑破坏神二》变弹幕游戏我都不知道。干啥？干啥？哎，感谢五加零。画面是还好，没有很乱，有点激动就是，尊重一下好不好？尊重一下。六等。也是按哪个键啊？一吗？六等可以召唤幽灵狼啊。召唤恐狼。然后这个好像是二择一，对不对？召唤一个，另外一个就不能召唤了嘛。对不对？二择一嘛，法力不足，所以为什么说德鲁伊很烂就是这样啊？加成能力会沿用，我知道，但是就很烂啊。不知道有没有 PK 玩这个流派的？欸，如果有那个普通模式，大家限制只能三十等 PK， 欸，那我觉得也蛮精彩的，有没有？就是大家限制普通模式，然后三十等。我就召唤一堆鸟鸟到处跑来跑去，这也蛮酷的。他根本就打不完。对啊，就限等 PK 啊。不然你九九等，你召唤流根本就吃土。然后他穿一个套装，不要讲其他职业啦，你讲那个野蛮人好了啦。他旋转，你那个鸟鸟飞过去就直接被他砍下来了，对不对？重点还揪，你还那个怪，你的人还追不到他嘞。好了啦，好了啦。好了啦，不要那么激动，不要那么激动了，不要那么激动了，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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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冷静啊，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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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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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冷静啊，冷静啊，叫你冷静，哎呦，打到套装嘞。气太好了，所以哦，也不是，有了有了有了，召唤幽灵狼，攻击不会有影响。海鲁沙的铁拳，格挡机加二十，太会弄了吧！力量加二，伤害降低二，太会打了吧！这个死因法师的杖，高清好好看哦。对啊，谜团哦，谜团不是人人都能用吗？谜团啊，法师那个谜团哦。谜团猛的嘞，谢谢他旧版，
在玩三小，画面也太糊了吧！哎呦，又掉妆了啦，拍谁啦？的眼睛被割伤了，最大伤害加一。哇，中文真的爽啊，不用那边看英文翻译啊。不然有时候看一下，你还要想一下是什么东西。虽然看得懂啦，但是你要想一下。有了有了，鸟鸟最多可以叫几只啊？鸟最多可以叫几只？30只哦，没那么多吧？五只鸟，才五只。哦，对哦，现在我改那个钱可以直接走过去，习惯了，很难改啊。对啊，我觉得招个30只鸟才合理吧，不然德鲁伊召唤流到底有什么用？不是有没有真的玩那个最新版本的《暗黑二》的还在玩的？就是最新版嘛，1.1级啊。德鲁伊召唤流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召唤德。那个不是吧？你那个说提告那种的吧？提告那种的吧？传票那种的吗？迪丽暴雪，不是啊，你死灵法师召唤流很合理啊，但是重点是德鲁伊的召唤流啊。德鲁伊可以，真的吗？真的假的？有了，埋骨之地。哎呦，又掉宝石了。你看，掉宝的男人啊，叫我宝男。各位，叫我宝男啊。狼跟熊只能二选一嘛，对不对？掉宝之难啊！哇，现在买东西还在那边等待确认交易中，有没有搞错？还要等待确认交易中哎、欸。秀家买满了哦，预设伺服器是雅福，雅福有这么累个吗？我没认真玩，是不是？真的吗？召唤流真的强吗？至少我那时候玩的时候，召唤流是真的没什么用。哦，拿鸟鸟打你，看是你的死亡大军赢还是我赢啊？哇，我现在看得好清楚哦。来啊！谁赢啊？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哦，给你个机会啊！那我就说了吧。
再会。嘿嘿嘿嘿，哦，防腐人头，哎，我之前好像都没打到防腐人头过，哎，我不敢相信你居然杀死了血鸭。虽然他以前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还是要祈祷他受尽折磨的灵魂受到永远的放逐。陌生人，你赢得了，你赢得了我的敬重。你看这个，好可爱的头。头也太可爱了吧。你好，显然我们面对的这股邪恶力量难以捉摸，也难以抗衡。龙卷风就是元素德啊，那你玩的是元素德不是吗？就不是召唤德啦。幸会。召唤德至少我知道进了地狱其实就没有什么，就噩梦啦，进噩梦之后都没什么用了，因为效率太差，所以大家都会玩一些别的东西啊，像可能玩一个什么元素德比较多人玩啊，但是元素德其实跟法师就还蛮类似的。对啊，召唤，尤其是你后面打什么地表暗黑，哇，你召唤德怎么打？安诺普雷尔，你看，佣兵是 P 是不是？给你了。我会好好利用他。不客气。还是变身哦，变身也有输出能力啊。可是我以前是玩元素啦。因为要玩召唤，肯定是玩死灵法师。死灵真的很好玩，纯粹就是一种你一个人刷的时候，可以体验一堆人的感觉。爽啊！有了，越来越多人了。越来越多人了，挂机流。哎，我知道，等一下我如果打那个，等一下如果我打那个 boss 啊，我就召唤出来之后一直跟他绕圈圈就好了，是不是？哎呦，好香哎！哇，蓝宝石哎、欸！哎、欸，别那么凶嘛！哎呦，要掉装啦！各位，我们德鲁伊神教想不想入教啊？有没有想加入德鲁伊神教的？玩什么召唤？哎、欸，玩什么变身流？玩什么元素德？对，德鲁伊大法好啊！哎呦，就掉了。圣骑士抗性，圣骑士就是玩起来比较无聊啊。圣骑士真的是玩起来比较无聊啦、啊，就是比较没有那个 feeling。就在狂热灵气开开，然后那个鸡腿放一放，有些还甚至还不放鸡腿，鸡腿丁，对啊，当你的朋友玩骗去玩圣骑哦，圣骑其实也是强啊，哎、欸，无限狂热。圣骑也是强啦，但就是画面上面比较没有那么有的像其他职业这么嗨啊，比如说像法师就很吃操作啊，有没有？啊，就是玩起来那个画面就觉得爽快度也蛮够的，野蛮人也很爽啊，而且又蛮无脑的，
装备弄好之后就开始转转转转转，就体验那个转转转的乐趣，完全没烦恼，有烦恼再多转两圈了。然后赶路的时候跳来跳去啊，哎呦，东西太多了，哎呦。圣骑士就是单手玩就好了，玩到后面不知道自己在玩什么啊。Hello， 转三小战斗陀螺啊 ，Hello， 哎呦，好猛哦，特等魔杖哎、欸，其实我不拿武器都没差了，我觉得送你啦。就还我啦，还我啦，是在哈囉被反噬临击哦啊，对啦，是没错啦，反噬临击啊，可是你也没办法啊，你真的遇到了，那你要怎么办、啊、你也无法、啊、遇到了你还是得要硬着头皮打、啊，就看谁厉害嘛，对不对？哦，现在没有反攻诅咒了，不然以前经常暴毙啊。你想说，哎、欸，我攻击超高、欸，哎，爽啦！然后那个一直刷一直刷，觉得自己超猛。哎呦，你很猛嘛！然后反噬诅咒，那你就往生了。是谁？有人进来了？为什么有个圣骑士进来了？我要割他耳朵，进来 PK 啊！他几等啊？我先看他等级吧。如果他等级跟我差不多，我要跟他 PK， 然后把他耳朵割下来。他不是德鲁，也不能进。不要这样嘛，大家一起玩游戏不好吗？为什么要这样排挤人家、啊？干嘛进来偷我装？这是不是观众啊？幸会。是观众吗？打个字吧，让我知道你是不是观众啊。怎么又一个进来了？怎么又多人？唧唧嘤嘤的，这个应该是观众吧。要不要一起玩？来啊，你进来啊，你进来，我割你耳朵。来啦，快点，进来，我割你耳朵啊！有没有等级不高？反伤，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看一下，要按什么按钮可以看？我有点忘记了。晚安。这个人为什么都在这边？是来当乞丐啦，这些偷捡东西，对不对？按 P 键哦 ，OK， 太久没玩了。他们当然偷东西啊。要等几久？他等级也没久等啦。好意思，没有关系，然后去练一下。挂满 2.5 个小时了，是单一个台 2.5 个小时你们才拿是不是？哇啊，我这样子啊，你们要拿奖励，那还要看很久呢啊。啊，为什么 FPS 突然变低了？哇，三小，我按个 G， 然后直接游戏当掉了。
那个闪退不是之前测试的时候就这样了吗？还是没改呢？完了，真有点怕。哦 ，FPS 掉就一定闪退啊。组队按 G 有几率闪退，别人会这样。哦，忘记按宝石了。靠，我还有要重来，重走一次，有够北西了。十九等进不来啊！你干嘛？十九等想进来虐人啊？你现在知道我要割别人的那个耳朵，就想进来虐我，是不是？不要这样啊！我看到一个熟悉的 ID， 不要进来割我，我把有为割掉。你们想想看，我割有为，我觉得该处理一下了吧，对不对？有为几等？五等亚马逊，等级跟我差不多哎。我现在也等级不高，等我九等啊，要九等才可以割他。你会被割？不一定哦，我先讲不一定哦。我等他全点体能啊，还有全点敏捷。往边另外一边走，这样好吗？很好啊。以死暴雪的游戏啊，就是我最后童年的回忆啦。不然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让我期待的。现在 OW 我也心已死了。现在暴雪那个 OW 啊，前阵子我回去看那个六探玩，有点惨。灵魂，魂灵。你看，被我打爆了吧？打我九等有为你就宅系啊！因为 OW 它改成就是现在锁起来了嘛，就是不让你那个选副选职业。不然以前最好，我觉得最好玩的时候就是你可以一队选六个莱因哈特，或者选六只炸弹鼠这种，就是还蛮有趣的。那时候就不会绑职业嘛，不会死。你想玩啥就选啥的。开门让你过来吧。搬到游乐场去了，可是玩家人数也没那么多了，可惜。有时候游戏就是你身边朋友都一起在玩的时候，才最好玩的时候。当你身边朋友没人在玩的时候，啊，你改成怎么样了，其实也没什么意义。对啊，我是觉得当你今天走错一步的时候，除非说。在那个时间点，你做对的事情，不然真的就无办法，真的无法。这是哪里啊？乱石旷野。对啊，所以很可惜啊。我本来以为 OW2。会把东西弄回来，因为有时候为了比赛啦，为了电竞，不见得游戏会变有趣。
因为我觉得游戏玩的有趣比较重要。我自己是这一派的啦。啊，当然，如果是那种高端玩家，他们也许在乎的是那个嘛，对不对？他们也许在乎的是游戏要有一种竞技的规则，对吧？所以一开始我还蛮喜欢 OW， 但是后来就改成那样子，什么222啊，又改多少多少，之后我就没有那么爱了，所以我后来也没什么在玩。不然其实我以前也是玩得很疯啊，几乎每天都在玩啊，疯的嘞。Baby Shark， 对，就是贴，都还是跑，就还不，我还不如玩 TF2。但是这一次真的，我觉得暴雪不能再搞砸了，这东西再搞砸，真的就没救了。这个，但是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搞砸啦，但是 bug 要赶快修一修啊。我每次很喜欢看这东西在喷欸，哦，舒服，舒服啊！突然有一只跑进来，改动太过于。对啦，是没错，就是你如果今天你比赛是变成是纯粹以竞技考量为导向的话，就会很容易变成像这样的状态。你游戏做成这样子是很有深度，没错啊，但有深度的东西不一定大家会很流行吧。我拿不动了，对啊，就你有深度就变成说是一个孤芳自赏，曲高有没有？但是你却没有欣赏这个东西的人，举高何果？幸会。所以我觉得最好的话还是找个平衡点啦，找个平衡点，游戏不要太简单，但也不要弄到太难。像我这几天看那个啊，这不是有人推我玩那个 POE 吗？我稍微去看了一下，我就不太看完了，超难，干真的很难欸。我再稍微研究一下，本来他们要找我去玩，我就稍微研究了半小时，然后我发现我什么都没看懂，因为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有玩啊，就是一开始出的时候我稍微玩了一些啊。后来就没玩了嘛，然后我想说应该差不多吧，反正进去里面创了角色，练个等级就会玩。我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超级难。你什么什么装备，还有什么特别的那个系统嘛？然后要拿去换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金，哎，什么金啊？我有点忘了，太多名词，反正就是要。去刷嘛，刷材料去弄，然后可以做。然后天赋线又有很多种，每一季都有不同的东西，这样。那个真的曲线太难了，但也不是说不好玩啦，就是说像如果我是一个真的要纯粹舒服一波体验的玩家，这可能对我来讲就真的太硬派了。对啊，东西不能乱打，就不休闲了啦。装备词条一大堆啊，可是你我那个真的弄一弄，你真的可以弄出很屌的东西，这真的是蛮屌的啦。这是真的很屌，就是可以搞一些超屌的东西出来之后，那个 combo 弄出来，毁天灭地啊，就毁天灭地。有开掉宝吗？你说那个宝石吗？
还是哪一个？我们的石矿啊，我石矿有掉宝吗？我不知道哎、欸。第一兔掉宝，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开、欸，好像没有。我看一下要怎么开好了，好像可以开啦。掉宝，有啊，启用掉宝啊，有啊，有啊有啊 ，Diablo 有啊。欸、你们怎么会说没掉宝？我明明看就有。有啊。欸、你们看到是没有，是不是？我看一下，我开我自己的实况看一下。连接账号。有啊有啊有连结啊，欸，那怎么会没掉吧？你们按一下 F5 看看好了。没有。那我科里有了，那、啊、就有没？有啦有啦，有掉宝啦。他可能是因为我刚才玩的时候我没有切那个没有切那个分类啊，我一开始开台不是用这个分类。然后改这个分类之后，他可能没有 F5， 他不会跳吧？文字上出现啊，有了是不是？还是我自己没 F5 的关系？现在开始算两个半小时，靠鱼要打到几点？我要开两个半小时你才有，是不是？那我来去睡觉了。对，哦，所以我刚才应该是我没有按到那个确定，是不是？下班还能看到老皮 OPCGY。它是累计吗？还是说一次？你还差99发，可以啦，累计啊，累计就没差啊。感谢飞利大王，谢谢。累计就没差，现在越来越热闹了。我跟你讲，我现在快九等了。等一下一九等，这边就会有两条人命了，看到吗？一条人命啊，两条人命啊！你们注意了啊，各位！你看到没有？都谁在输出啊？好意思，好意思，好意思捡装啊！可以啦，捡一下啦。要知道久等的可以用。我现在倒数三格，两格啊，倒数两格多一点点。你看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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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出手，屌虐啊！你看那亚马逊在那边敲老半天。哦，就是跟玩现代玩手游差不多。你知道现在玩手游就大概这种感觉吧，所以以前在玩那个《爱破坏神》，就是你玩那个死灵法师跟德鲁伊，就跟你玩手游是一样的啊。还有那个圣骑士啦，圣骑士也是跟你玩手游差不多。我拿不动了。有手就能玩。厉害了吧？我觉得我还是赶快先把那个啦，先把老头救出来，不然没得用那个鉴定，要一直买卷轴，太麻烦了。是啊，挂个分类就可以了，不好吧？这样弄到时候被那个被人家检举，你分类乱挂不太好。有开黑暗森林的门啊？
啊，你不要对我那么好啦，那个 Baby Shark， 你这样子，我哪怎么忍心杀你？你不要对我那么好，像我那不忍心杀你。你要说皮皮我，那个我跟你皮，或是你要捡我装备，我不是我把瓦怪打死之后，你就故意抢我装备，这样我才有理由痛下杀手。不然他就打说这给你，然后我就说你出来一下，然后他进了传送门之后，我开始杀他，这样观众就会说我是坏人，我就很难过。对啊，是不是？令人难过啊！你本来就是玩游戏，哪是不当坏人？说的也是。其实，在玩游戏当反派蛮有趣的啊。我们当反派也不是说纯粹就是耍恶或什么的。晚安。就是玩我们自己游戏的风格这样子。零九四耍二，看我东西被捡走了，好意思捡？没关系，谁？我看一下，一定有一个人捡了，是谁？刚才我那个蓝色装备，我本来说开个门，大家回来捡的。你完了，你捡我东西，我要杀人。点点点点点，谁在那边打点点点点点啦？我久等了，你死定了！我久等了。我看到了，靠他现在还七等哎，我还不能杀他。等他久等，等他久等。我现在跟他和平共存，先让他发育到久等。我先带他打经验值，等他经验值打一打差不多了，我再把他打死。现在我良心不会痛了。四等野蛮人啊！我看到了，我要追杀他。音乐响起，什么音乐吗？杀人的音乐。哎、欸，靠腰，烂游戏。啊，有了，回来了。法力不足。办不到。哎、欸，为什么？做不到。哎、欸，做不到。为什么？哦，展现敌意不能传哦，哎，可以啊。看哪里？我看到他了，我要割他人头。来啊！来啊！看他把我佣兵打死，哭腰哦。看你可以跑多久？哇，还带电呢、欸！有搞头，有
有意思哦。干怎么那么强？他怎么那么强？哎、欸，我打他会变冰块，太扯了！哦哦哦哦哦！单挑挑起来啊，久等啊！来啊，喝水啊，看谁比较会喝。磨死你，磨死你！捡我装备是吧？其实我不知道他，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捡的。那其实装备我也没扎啦，纯粹是想打他而已。哎呀，走，牛！跑跑跑！再跑再跑！你知不知道他这么会，他这么会吸血啊？哎，你是不是去拿高级装备过来这边？我现在严重怀疑哦。看这装备也太好了吧，什么属性都有哎、欸！干，我觉得他一定是先是刷装，然后拿一套的，是不是？看这装备很好哎、欸，又有闪电，然后又有那个冰冻，哇，很强呢、欸！是鬼吧？不行，我一定要他耳朵。哎呀，看着先没有水，你以为是这样的吗？我快没水了，完了完了，没魔了没魔了，没魔了没魔了，拜拜你等我，你等我，你等我，你等我啊！那也去买水啊，等一下，你不要买水啦，我要割你的人头，那很靠腰嘞，一起补货，来来来来来，走走走，先存钱，不然他被干掉。来啊，等你等你。人呢？我是不是武力火力不足啊？火力不太够哎、欸。还是我拿那个烈性药水去炸他、啊？哦，还没复活佣兵啊、哦！我先复活佣兵。晚安。有了，有了，有了。这样可以，这样可以了。好刺激哦！突然有一种玩那个 MMORPG 的感觉了，游戏突然变好玩了，有没有？又来了，笑死！你要打我佣兵啊！谢谢你。看那佣兵被戳三下就死掉了、欸。腰带爆炸了！
跟你讲，他那装备绝对，真的一定是后面拿来用的，太扯了，打不死啦。好了，我们和好了，和好。靠，我腰怎么断线了、啊？和好了，他一定是拿后面的装备来用，真的，太扯。和好了，你看，有纷争就可以和好嘛，又没关系，没有人就是要这样打到你死我活的嘛，是不是？我们和好啊，完全打不死、啊，幸会。对啊，第二张的盾牌啊，给他们偷来。有为那个吗？有为怎么七等啊？我需要法力，法力不足。加。46个月了，老大这么晚还在啊？对啊，开个台啊。可以了，三等黄色盾哦，难怪，不然我就只能丢那个炸药了，丢炸药包炸他。等级限制能关掉吗？不行，但哪里进来杀我？东西太多了，我怕，我害怕。欸，如果我拿我上一次那一套来打，其实我也是可以啊。我之前上一次不是有打那个吗？我拿那一套来打就没问题。一闻就知道这座高塔废弃的原因。欸，怎么都没怪了？是不是在搞？怎么没怪？又没复活哦，没关系啦，赶快弄好了。打符文喽！你看蓝水，我现在在用啊。让我进去啊！我拿不动了。不知道正式之后会不会伺服器不稳定？有可能。久等暗金斧哦！哇，恭喜你！好了，我们开始挂网了。反正他可以洗点数嘛，所以其实抽到德鲁伊也没有很亏啊，因为到时候你玩那个死亡集中出，其实这种的你反而比较不容易死，哎、欸，对不对？你这样比较有优势呢。可以洗几次？我不知道。共有反正一个难度可以洗一次，是不是？那这样还不错啊。可以用弓箭帮忙射一下怪啊。你好，你这样就比较挂网啦。召唤流噩梦就没用了，哦，也是啦，反正就看嘛，看你抽到哪一个。啊，我又忘记召唤佣兵了。
是没差了。他不会打完了吧？他不会打完了吧？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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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伯爵要尽量刷。我知道，我明天我们可以刷一下。明天顺便打《世纪帝国》啊，《世纪帝国》新的那个 DLC， 不知道出了会出什么新东西啊。死灵怎么会？死灵怎么会落？死灵不会落啊！死灵怎么会落啊？死灵都新儿子了，还是新版的死灵真的落？死灵没有落呢？你玩的版本跟我不一样吧？对，《世纪帝国》。练功就是这么简单。打完这个就差不多了，明天再打吧。我们打完这只差不多，女伯爵打完我们就先休息。我待会还要去开会啊，还要开一下战役的会。贝塔只到第二章，没错。现在是训狗师吗？可以这么说啊。我还不止训狗师，我还叫一堆鸟鸟。靠，又回溯了。我只希望到时候我们正式上市之后玩那个专家模式的时候啊，他这个真的不要再。这么累个，这么累个，真的专家模式你玩不起来。你万一像你玩到，你不用说玩到哪边啊，你不用玩到地狱，你玩个噩梦，打到那个第三章，有那个第三章不是有那个小人吗？那个小人啊，你如果没弄好啊，你就直接爆裂了。那个小人，那真的不开玩笑的，冥河娃娃，然后。一个累个，你被回溯拉回去，一个爆炸你就直接死了。对啊，你就被粘到死了，那个没救了。我就说正式的时候，真的不要这样。你如果说你自己发气就算了，那就是怕说你被回溯拉回去，然后被贴到死掉。好爽啊！拿不动了。啊！被捡走，好爽哦！有为也太爽了吧！哎，输出啊！干啥？哎，弓箭手做事哦！弓箭手做事哎！对啊，比墨菲斯都还强。怎么没看到？打败邪恶女伯爵在哪里？对吗？还没第二章啦，还早嘞。东西太多了，东西太多了。只限野蛮人。啊！来来来，吓死了！哇，什么东西啊？里面怎么那么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里面感觉很
很刺激耶。你什么声音啊？什么声音？哎呦，哎呦，怎么那么痛？干！这座塔有它吸引人的地方。来，你跟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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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好，我以为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来，跟我走，来吧，来吧，来吧，我知道可以接手把玩啊，来吧，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来吧，来吧，死吧，受死吧。受死吧！还有佣兵哈，哎哎哎，出来啊，出来啊，出来打架了啊！佣兵，然后我先弄一下佣兵。姐妹会欢迎你，跟我走啊！来吧，来。来，有为来，哎哎哎哎哎，不是你哦，不要闹哦，不要打我佣兵啊，北七哦，北七耶，不，你拿后面的装跑来这边打，等一下啦，你先让我跟有为 PK 啦，嗯，快快快，有为来。PK 了 PK 了，别在那边杀我用兵哦！哎呦哎呦，凶哦凶哦凶哦凶！你看，这还是正常的战斗啊，长这样子啊！这还是正常的战斗啊！这才是正常的情况，好不好？刚才那个就很明显不正常啊！哎呀，我很多啊！没办法缓他，我没有带冰冻的武器啊！不要跑啊！不要跑啊！站桩啊，敢不敢？站桩啊！站桩啊！你知道我一样打得到你吗？召唤到你后面，看你跑哪里去。看你一直站。要跑啦，单挑啦，我有盾牌啦，勇敢，勇敢一点，勇敢一点，面对我，勇敢一点，勇敢一点啦，勇敢一点啦，勇敢一点，勇敢一点，
他跑太快了，他怎么可以跑那么快啊？勇敢一点！干，没有缓速打不死。来啊 ，PK 啊！人呢？人去哪里了？我们去洞穴 PK 啦，敢不敢？洞穴 PK， 来啊，站 A 啊，站 A 啊！不是，你要拿那个冰冻的武器就可以啊。我如果拿个冰冻的弓箭，直接就可以。来啊，不要啊，不要跑啊，不要跑啊！拿个棒子敲他，还在那边偷补血。开始那个啊。不行，这游戏已经不行了。这游戏已经不行了。不是你啦，都跑去打你。卡住了，卡住了，在跑啊！碎啦，碎啦！好了好了，还你钱啦！还你钱，还你钱！去哪里去哪里？还你钱！我来听这个声音，来聊天室观众，我来听这个声音，这个、啊、很清脆哦。好了，好了，好了，晚安了，晚安了，晚安，晚安。好爽哦我还记得以前啊，看我那时候，你知道以前不是有那种公开场嘛，他们刷牛关，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人比较皮啊，故意去杀那个房主的那个母牛王，他如果来不及跳，他母牛王被杀，他就不能开了嘛。后来他就很生气，很生气之后他就直接跑回去村庄，直接开所有人吼，然后就开始变成一场大战。那大战就是真的很好玩，吼、哦，出去外面乱杀一通，然后我那时候进去就看他们已经开打，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情了，一过去看一下，哇靠，不得了，外面一大堆尸山血海的，哇、哦，很好玩，直冲牛王，就有这种人真的很贱啊，就是进去里面专杀别人牛王的，可是一般来讲，如果你在打牛王的时候，他会直接跳啦，他就他其实那个房主会直接跳。那如果你跳的话，你也查不到。2.5小时还有账号吗？有啊，可是我要休息了。